所以说半路呢就大概是有一个油，有一个油。刚才你让那个铁口了，没给挖进去了。给它掉还可以，哎呦还可以远点重一，哎呀还可以，不停的洗塞，哎呀，哇这还可以，看见了吗？这个还可以的，当当当，过奖了吧。这个边上往往会有鱼啊，藏鱼上货，澳金半估计还不止，兄弟你在视频里面看小，哎，澳金半大差估计大差不差，反正还不小，看见了，看看我们下鱼啊，两个钩子打穿了，它这个跑不掉了，第一下没咬住我那个，今天搞起来，目前第二条啊，第一下，这个叫什么呢？第一下它没咬住，然后我挖有点进去了，我颠，转过来又是一个吸口，然后我一颠有重量，我就吃了。